我也知道，师傅是为了哄我开心。算你还有些良心。 竟真的负了我，千万年后我终有释然的一天。左右不过一趟儿女私情，哎呀，让师父跟着我忧心了，真是徒儿不孝。确实不孝，你师父因受天雷重伤，尚未痊愈，又早早出关，全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徒弟。如今他心火焚身。 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？还好，四哥跟哲言还不知道这件事情。若他们知道了，肯定会嘲笑我。幸亏那天的信还没寄出去。四哥，你还有个四哥？不过四哥也说了，这天族跟异族迟早要开战的。不知道师父到时候会不会带我出兵？跟着师父学了2万年，还没有带过兵呢。 委实亏了，出兵。若我生过冤，定不会让你以身。